人来海藻，大家都玩得这么开心，为什么你却唉声叹气的？我在想，我爸爸什么时候会变老啊？看到我们年轻充满活力，所以想起了自己年迈的父亲。原来海藻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孝顺啊！我是想让他快点变老。想要尽早承担起做儿子的责任，尽早孝敬自己的父亲。你果然很孝顺。我只是想让他早点老去，然后得老年痴呆。你说啥？我想买个游戏机，可他说除非他得了老年痴呆，不然是不会给我买的。热辣海藻的想法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库哦。